喂，你好。旁人的贪图是你的迷江。好吃。琐碎的日常是我的奢望。我妈说吃这个容易致癌。你不是已经有癌了吗？我只剩惆怅。同好单体验一下老年生活，靠什么张亮？那你怕什么样的？我想你。拜拜妈宝。不知我怕被人骂我妈宝。不是，你怕失去他。你脚下泥泞，我跌跌撞撞，走散了怎么办？走散了呢，你就在人群里举起这个篝火。